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一篇妻子举报大连海关科级丈夫睡了十四名代购，其中一人是处女的举报博文，正热遍网络，引发的讨论感慨更是五花八门。感慨海关部门腐败的，感慨代业行业心酸的，让人哭笑不得。对于自称受害人妻子菲菲的举报，丈夫管照金更是用了。 最中国式的应对之道，那就是妻子也出过轨，自己也是受害者。眼看着这言之凿凿的举报沦为坊间闹剧之际，官方煞有介事地站出来表态，更把这出热闹推向了高潮。举报信称，管兆京南，男，三十七岁，党员，二零一六年从武警沈阳支队副连职岗位转业到地方。 任大连海关监管通关处查验管理科主任科员，入关职级不符合规定，在婚内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举报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管照经利用职务便利与他人勾结，虚增采购商品价值，骗取采购经费，谋取私利，伙同其他官员。 包庇、纵容走私，帮助多任海关领导及多名专职代购多次逃避海关查验，进行逃税漏税，数额巨大。具体内容如下：一、生活作风糜烂。 我是现役军人，也是管照金的合法妻子。管照金婚内出轨，长期与十多名女性非法同居或发生性关系，破坏军婚。二、包庇协助走私，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包庇纵容走私，帮助多名专职代购多次逃避海关查验逃税漏税，谋取利益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罪及放纵走私罪。 三收受贿赂，利用职务便利违法违纪，谋取大量私利，收取贿赂，涉嫌贪污受贿罪。四违法贪污，利用职务便利与送委勾结，虚增采购商品价值，骗取采购经费，谋取私利，实施贪污犯罪，涉嫌贪污受贿罪。 五、其他违法违纪行为：一、从事盈利活动，谋取巨额私利；二、传授逃检方法，帮助他人逃税；三、违反八项规定，违规收受财物；四、隐瞒个人污点，不按规定报告；五、使用伪假证件进行违法犯罪；六、欺骗组织信任，长期撒谎骗价。 这封举报信发出后，举报人再次举报称：“我是管照金的合法妻子。”管照金自己承认，以及我调查发现，他与十几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常性关系。而大连海关的调查结果是：经查实，他只与一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这个数据压缩是不是太大了？ 大连海关是去调查了吗？大连海关相关领导在反馈中说，管照金只是隐瞒已婚事实与多名女性交往，其实只有一名女性与他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我想问大连海关，你在军转干部录用时没有审档吗？档案里个人情况一栏写的是什么呢？身为单位领导及同事，对自己的下属连最基本的个人情况都不掌握，又怎么能及时制止职务犯罪呢？王。 王宇是管照金的科长，他对管照金的婚姻状况了如指掌。难道王宇也帮助管照金隐瞒已婚事实，欺骗张某某等多名女性与管照金同居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王宇就是协助管照金破坏军婚的共犯，是不是也该给我这个家属一个合理的处理结果呢？管照金与张某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并导致张某怀孕。 管照金亲口承认，张某也在微信中承认，张某的母亲给我打电话解释过。 录音为证，但是大连海关对此事却只字不提，为什么？管照金与多名女性的聊天记录、录音视频等证据充分证明他们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为什么大连海关却说难以查实，最后不了了之？按你们的说法，一方不承认就查不了，那么卖淫嫖娼的被抓，有一方不承认就得放人了？ 管兆金自己承认，以及我调查发现，他协助参与走私二十余起，数额巨大。向大连海关举报后给出的反馈是：由于不是当场抓获，无法查实，不予追究。大连海关这个说法真是太牛了。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之前破获的案子都是现场抓获的吗？按你们这么说，赖长青就该是无罪的了。 二零一六年，管兆金从武警沈阳支队副连职参谋岗位转业，进入大连海关总关监管通关处查验管理科当主任科员、二级关务督办。但是，根据军转干部非领导职务与原任职务的对应关系，管兆金是当不了主任科员的。 管照金是副连职转业干部，他进入大连海关的职级不可能是科级正职、二级关务督办、主任科员。管照金连跳三级，这是不是足以证明大连海关对管照金的庇护有加呢？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举报人称，他与丈夫于二零零八年经朋友介绍认识，两人在二零零九年结婚，当时感觉他挺靠谱的。 妻子说，总体上夫妻感情比较稳定，尽管有时也会吵架，但没产生过大问题。二零一六年，管照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两人又分别在不同城市，相聚的时间更少。妻子称，她感觉到管照金又有出轨行为，于是经过跟踪、安装监控等方式，掌握到一些证据。后来经过调查，发现管某还有贪污、收受贿赂的行为。 在网传的一段视频中，疑似为管照金的男子陈述自己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多名女性存在不正当关系。妻子说，这段视频录制于半年前，网上公布这段视频是因为管某及其单位都一直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态度。 妻子称，他除了网络举报以外，也曾找过管某的单位以及其他一些主管部门，但都没有明确结果。针对管昭金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表示妻子也曾出轨的言论，妻子说对方是在污蔑诋毁，现在已经找了律师，将追究丈夫的责任。 举报信报告后，被指与管昭金存在关系的女性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流出。新京报记者联系这些女士，多人电话未能接通。其中一位接通电话的王女士表示，管某当时称她已经离婚，她也是受害者。王女士说，她和管某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认识的时间大约在二零一七年底。管某称自己已经离婚，他朋友介绍两人处对象，我也没太过问他关于离婚的事情。 王女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和管某大概处了一个月，管的妻子现在说我们处了四个月。刚开始时并没有和管某处，四个月是总共和管某认识的时间。王女士表示，在和管某处对象期间，发现管某有些不对劲，两个人处对象总。 有些话说吧，有时候一天也不联系，或者他说他出差去了，一个星期都没人影儿。他觉得管某不太靠谱，后来通过中间人结束了这段关系。王女士说，她的个人信息被爆出后，最近接到了很多骚扰电话和短信，我都跟他们说清楚事实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些人能够理解，我也是受害者。 随着关注越来越多，大连海关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对前期网络出现的反映我关官员管某生活作风问题的有关情况，大连海关立即对当事人停职并开展调查。在履行对管某的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过程中，又收到反映管某包庇、协助走私、贪污受贿等新问题线索和网络反映，大连海关高度关注，已决定按照纪。 检监察工作程序要求将上述问题线索予以合并查处，并于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成立了专案核查组。大连海关高度重视队伍作风建设，坚持从严治官，将对管某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进行深入核查，并依纪依规予以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相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一月七日。 管昭金和举报他的妻子分别接受了上游新闻记者的采访，双方均互指对方出轨，但双方又各自否认出轨，承认已深陷舆论漩涡中。 对于记者管兆金出轨是否有实锤证据的问题，妻子回答说：“感觉他出轨后，我跟踪过他一段时间。二零一八年五月间，我跟踪到他和一个女的在一间屋里，我打电话报警，警察出警了。我还在另外一个女的家门口放了监控，她什么时候进去的，什么时候出来的，我都知道。他自己在视频里也承认。” 对于那段三分四十六秒视频的录制，妻子称，报警抓到了实锤后，我和他商量怎么解决。我拿了他的手机，上面太多和女的聊天记录，不堪入目。他问一个说一个，不吐干净。我就录制了视频，当时没有想到要发到网上去，只想留个凭证。我还是想给他机会，他也认错了，也还想继续过下去。后来我回沈阳了，我问他有没有再出轨，他态度不好，还在骗我。 一直骗我。对于实名在网络上举报，妻子称自己之前也没想闹那么大，没想到在网上实名举报。二零一八年七月，自己是先去他们单位反映的，但大连海关没有给我回复，说这是夫妻之间的事儿。无奈之下，妻子选择网络举报。对于这次举报如此之火，他自称可能是大 V 们转起来了。 她还否认了丈夫说自己也出轨的说法。她还说，等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了，会起诉离婚。对于妻子的举报证据，丈夫管兆金是这样回复记者的。 我和女的在一个房间里，就是有性关系吗？有在床上抓到吗？那女的是我朋友，安装摄像头拍摄视频，能说明我出轨吗？微信聊天记录是我在和哥们儿聊天，能说明我出轨吗？我没有出轨，那个视频是在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家录的，她无理取闹，我屈服了。你想想啊，我要出轨会找五十多岁的大姐吗？ 管昭金坚持称自己没有出轨。他说：“去年九月，单位介入调查了，给了我清白。现在单位又在调查，等待调查结果。我相信我是清白的。” 管昭金还说：“我没有出轨，是他出轨了。我找到了那个男的，取了证据。我和他没有感情。我俩二零零九年五月认识的，认识半年就结了婚。他出轨那次之后，我就和他提过离婚，他没有同意。公开举报发帖这种事情，说明他已经失去了理智。我不会发帖回应这种行为，我认为是愚蠢的。” 对于下一步，管照金说：“帖子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会向法院自证我的清白，我会配合组织调查。这个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谢谢您的收看。